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神的恩典里面。这两天我们分享到雅各家又出事了，他的一个宝贝的女儿在事件这个城里面，因为好奇，他就偷偷一个人自己跑出去，没有跟家人一起出去。结果呢，遇到了当地的一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呢喜欢他，就强暴了他。哇，这个男孩子也叫事件，这个城叫事件，这个男孩子也叫事件。而在这件事情的发展的过程里面，这个男孩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呢？圣经里面是说的，他说这个男孩子他在他父亲的家中是人最尊重的。这个男孩子不是一个什么流氓啊，这个男孩子不是一个什么登徒子，不是耶，是他的家中最被尊重的。那个城，他的父亲是那个城里面的哇最被尊重的一个家族，而他又是这个家族里面最被人尊重的一个下一代。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在我的路上就去强暴别人呢？你知道，这就是世界的可怕。世界其实常常给人很多的价值观，有一些事情本来我们觉得这不对了，这不对了，可是当世界不断地告诉你说这个人也做，那个人也做，大家都做，结果呢，很多我原来不对以为不对的事情，后来发现哎，大家都这样哦，那可能没有什么不对吧，就是这样吧。久而久之就渐渐挪移帐篷，很多的价值观就被扭曲了。这个孩子他在一个扭曲的价值观里面，他是一个被别人尊重的人，可见他的行为做很多的事情大家都非常的欣赏他，可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活在觉得我在路上强暴别人没有什么了不起，而这件事也没有影响别人对他的尊重。他继续还在他们中间是一个相当有领导能力的人，他去跟他的全城的人说哎，他们跟我们讲哦，如果我们行割礼，不是我行割礼哦，是我们全城的男丁通通要去行割礼，然后他们就愿意把女儿嫁给我们，而这些人竟然也愿意，可见他是讲话多有影响力的人。哎，行割礼是很痛的耶，对一个男人来讲那是多痛的一件事情，可是别人愿意听他的，他去强暴了别人竟然没有影响他在他所在的那个生活范围里面成为一个讲话有影响力的人。你知道这是多可悲的一件事情吗？可见在那个大环境当中，这一件事情是大家觉得习以为常的事情，没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大不了赔点钱嘛，啊，大不了就把他娶回家嘛，以至于虽然他做了这样的事，他仍然是被尊重的，他仍然是有影响力的。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不断地要基督徒分别为圣，因为世界不断地被仇敌扭曲了我们的价值观，人做很多的事情都被价值观所影响。当这整个城都觉得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在这个城里面做这样的事情的人就变成很自然的一件事。我求神帮助我们，那么怎么分别呢？怎么样可以分别呢？用真理，用圣经的话。这就是为什么我鼓励大家一定要去好好读神的话，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只是在天堂定了一个位置，要在今生在你所在的地方为主，在弯曲悖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分别，我们有什么光去照耀这个世代？用神的话成为我生命当中的分别。亲近
我爱你是你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脚前的灯，做我。